下一题。他说我用一个稳定的热源来测比热，取100公克的水跟液体，然后有个关系图像这样，请问你液体的比热是多少？这种题目就是画图形，从图形上找关系，然后带进去求。他把你画好了，有个加热8分钟，表示大家都加热8分钟，表示大家的8分钟的吸热是一样的，热量是一样，但是一个呢上升了10度，一个上升了16度。好，所以要问你说它比热有多少。加热一样的时间表示吸收一样的热量。公式叫做 H 等于 MS delta T。所以呢我就可以写个等式，左边是水的吸热，右边是液体的吸热，每个都是 MS delta T。两个质量都100，所以100，水的比热是1，所以乘以1。题目上话告诉我温度变化10度，所以乘以10，所以左边是水的 H 等于 MS delta T， 水的吸热，等于右边呢换成液体，质量也是100，比热不知道，温度变化16度乘以16，所以右边就是液体的吸热，这两个要相等，所以写个等号，然后就是数学了，把它算出来就好。100消掉，水10等于 16x，s 等于16分之10，8分之5，所以0.625，所以答案是 A。答案是 A，OK 吗？没有，这正好可以整除。这正好可以整除。好。练习八有两题，练习八有两小题。第一小题，请问你液体比热多少？跟刚才一样，除了图的画法不一样之外，但跟刚才是一样。但请注意，做这种题目，做这种题目，你的资料要取格子点，这种叫做格子点，这种叫做格子点。这种叫做格子点，就是位在交叉这个地方的格子点，这样你才能够确定它是几度C是几分钟，不可以找这种点。这种点你虽然知道它加热6分钟，可是你不知道它几度，你不要看看起来好像一半，不对，不能用看的，要找格子点，确定它是多少才可以。啊，请问你液体的比热有多大？带上来做一下计算。好，带上来做一下计算。刚才是两女一男，现在两男一女。30号、33号跟2号。上来。上来。谢谢他。我一起在运动票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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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两个人呢，上来。这31、33还有一个啊。大一啊，大一上去。不会上也可以。感谢啊。基本上的做法是跟刚才一样。对啊。陈俊安写太慢了。干嘛陈俊安写个20就没了？一个女生是谁啊？刚刚忘记几号？上来。
就是在那里说的。我只要第一题就好。我刚刚跟你讲过了，要找格子点，有交叉，两个都位在交叉位置上，比如说八分钟可以，四分钟可以。然后我们取八分钟或取四分钟，表示加热一样的时间，表示大家吸收一样的热量 ，H 是一样的。公式叫做 H 等于 mS delta T， 所以八分钟带数字。八分钟的时候，某液体从20度变40度，水从20度变30度，所以带进去。上面的是水的吸热 ，N 二十 ，S 比热一 ，delta T 二十到三十，三十减二十。下面是某液体的质量二十，比热不知道 S， delta T 二十到四十，四十减二十。所以上面是水的吸热，下面是某液体的吸热，两个热量都是八分钟，所以相等，所以写个等号。然后就是数学做计算，二十可以消掉，十等于二十 s， s 等于零点五，答案选 A。好，下一题。那请问你八分钟之内液体吸热多少？其实八分钟液体吸热跟水的吸热怎样？一样，所以如果你就算前一小题，你就算前一小题没有算出液体的比热，你也可以去算水的吸热多少，答案还是跟你的吸热是一样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那请问你多少？那两个人上来。刚才两个人上来，要不要考虑要再多抽一个？八分钟，吸了多少？两个人上来。你上来干嘛？八分钟一样 ，H 等于 mS delta T 嘛。八分钟 M 多少 ，S 多少 ，delta T 多少就有了。如果你刚才没有算出液体的比热，你去算八分钟时的吸热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同样加热时间，两个吸热是相同的。所以你就算前一小题没有算出液体的比热，你也可以算水的吸热多少，答案是一样的。那就要带水的质量、水的比热、水的温度变化。如果你要用液体，就要带液体的质量、液体的比热、液体的温度变化。图上面有告诉你它能几度到几度，看图就知道。好难哦，打晕了。H 等于 mS delta T， 你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？mS delta T 有啥问题吗？你现在求的是 H， 要求的是 H，
所以你要知道 M， 你要知道 S， 你要知道 D， 要知道 P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 ，OK。